许多 MV 中的女主角，就算一开始默默无闻，还是能靠着靓丽的外形与人气男星的加持迅速爆红。过去不少帮周杰伦拍摄 MV 的 J 女郎就是这样串红的。现在就来回顾一下2014年超正的 MV 女神排名吧。第一名是日发混血的 Amy Rice， 她不但有多部电视广告的作品，还曾经接受知名男性杂志的专访，更是一位热爱跑步的阳光女孩，获得冠军可说是实至名归。第二名是有着一双超大电眼的李颖，她还有世新小昆凌的称号，目前已经接拍过五支 MV 的她，相信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会继续有更好的表现。第三名则是由号称小杨幂的简丽雯夺得，她的外形也是给人很甜美的感觉，私底下也十分平易近人，在 MV 中的表现也获得大家不少的赞赏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